你出来有话说。也想问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把苏文喊过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她不仅是我的前女友，我们还是校友啊。 对呀，你想呀，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的朋友、共同的同学，如果我单单没叫他，你别人是不是会多想啊？我不管，我好好的一个婚礼，要是今天被他给搅和了，那不会，你放心，肯定不会。苏文这个人虽然说话比较直，但是不会乱来，啊，请进。 既然结婚了，就做个好丈夫。多顾家，多疼老婆。还有啊，你那妈可不是个善茬。以后啊，多向着自己老婆点儿，嗯？真漂亮，新婚快乐！拿着。